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。明天就是母亲节了，而为了庆祝母亲节，宜兰县政府特别举办了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，表扬20位由12乡镇市以及学校单位推荐的伟大妈妈，接受同为人母的县长林姿妙颁奖肯定。其中高龄100岁的李林碧雅，身体依然健朗，秉持的传统女性的美德相夫教子，是所有受奖人员当中年纪最长者。对于受奖的模范母亲，县长林姿妙都会亲自搀扶上台来接受县府的表扬颁奖。非常的具有孝顺的美德，真的是大家的模范。我们恭喜吾皇阿姨妈妈。县长表示，母亲不但要照顾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跟生活起居，甚至还会兼顾社会公益，劳心劳力非常辛苦。尤其这次受奖当中，更有高龄100岁的李林碧雅，还有92岁的林晨玉里，在人生长远的岁月当中，无怨无悔的付出，精神令人敬佩。母亲节快乐！大家有一个妈妈，跟咱探讨同款，跟咱认可甲意义，把咱的囝会当三水烧，把咱的囝呢会当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家庭有一个妈妈嘛。这个来宾呢，就不断吵吵，所以呢，感谢各位伟大的母亲，你们辛苦了哈。来当讲吼，每一天呢，战战兢兢的，除了呢，把家庭的工课做好以外呢，各有妈妈买出来做公益，各有呢，伟大妈妈除了把家庭顾好以外，各有来吼，照顾着咱的这个红色的事业，过来呢，咱的每一个咱的囝，拢是咱到宝贝，拢照顾到无微不至。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各位伟大的母亲，谢谢你们啊！过来呢，当讲咱调查讲，咱内底有一个100岁，叫做李林佩杰女士，伊呢跨世纪的哈这当讲是哦非常不简单。农历的就100控制啦。哦，100控制啦。国历是开也未一岁啊。安尼。得奖心情什么款？心情真好啊。安那讲。就唔爱在个写呀，真欢喜。真欢喜。啊，你对家己细只囡仔有啥物愿望无？有啥物话要甲因讲要求的无？唔免，大家要友好，唔免要求。啊，友好就好啊。对啊。小孩子拢唔免用骂啦，讲道理就好。讲道理就好。嗯。啊，他们也听道理，对不对？就听啦。即马囡仔咧大汉，你有感觉安尼有幸福欢喜无？真欢喜啊！颠倒伊伫教我，毋是要教伊。今年心爱活力母亲节，有来自12乡镇，另外从23个学校单位团体再遴选出8位，所以共20位伟大的女性受到县府的鼓励肯定。母亲节快乐！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